影视频道资讯第一台。这里是三点的快报六十秒，我是杨振华。亚细安组织同中国就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区协定 3.0 升级版的谈判工作取得实质成果，双方希望能在明年完成所有的谈判工作。东北线榜鹅岸站将在12月10号下午3点投入运作。疫苗生产商莫德纳获得我国卫生科学局批准，在本地使用针对冠病病毒毒株 JN.1 的更新版 Spikevax 冠病疫苗。飓风米尔顿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，已经造成当地200万户的家庭和建筑断电，洪水淹没社区。中国四川兴文县发生了4.5级地震，四川、贵州、重庆等地区都有震感。以上就是三点的快报六十秒。六十秒掌握新闻资讯，快速精简播报，准确及时摘要。你可在 Capital 958城市频道收听，并同步在8频道和 MiWatch 收看快报六十秒。